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实招聚焦。我们刚才谈到，这是另外一篇文章，因为这个说法之间呢，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点的状况，所以我就给它切开了说。那这篇文章是在他应该讲是在他离开了，是讲他到了拉斯维加斯之前，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发出的内容。车主不是他，车主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们看到的视频呢，可以看到开车的人是个男孩子，原来视频是开车是个男孩子，所以他讲说受朋友之邀，所以来到这里。叫空航国航前空姐陆小宝，挂着京 A 的牌子，比较稀少京 A 的牌子。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车牌还不是这么分的呢，因为离开时间太长了，所以京 A 呢，原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京 A 是这个军队的牌，就是警卫部叫什么，原来8341北京警卫区的牌，或者是北京警卫区武警的牌，我现在能记得是京，北京的京，然后 A 呢是红字，那我不知道他这个车牌是不是挂那个。进入故宫，然后他说拍照微博事件持续发酵，内地媒体发现平治这辆奔驰不是他的，车主呢是他的朋友，是当日前空姐受到故宫邀请参加活动，所以开车进去了，而且另外很多人证实呢，只要申请或者熟人带路或者办公都可以进去的，没错，是可以进去的，这个我也跟大家解释过，可以进去。那我们当时评价就是说，出事出在这个女孩子身上，她这么做了，放在微博上了，出事了，而出事的本身呢，有人喜欢她出事，这是你现在看起来给我感觉，我昨天评价也是这么评价的。那老百姓呢，里面有些人呢，羡慕妒忌恨。就是他说的柠檬，那有这样的人，还同样有一部分人故意生事的。然后这里就他就讲这个事情，然后车主就说受邀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活动，而相信前空姐呢路过太和广场时就下车拍了个照。他说你应该知道一些被邀请的可以从西华门开车进去，做事情办事情都可以进入故宫的，开车是可以进去。那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复杂，就是我想说复杂的意思就是干嘛媒体要这么追着做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难道人民日报社不知道西华门是可以开进去吗？他就讲的是西华门吗？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解释的位置，它是可以开进去，你上故宫办事都可以进去的。午门你走景山那个门直接从正门都可以进去，当然我讲的是20多年前了。内地媒体在有关卫星图片上发现东西两侧都有停车场，你看很多车，直到现在网民自己都可以申请，但是它有一个指定的路线，车开进太和门广场那儿，那个肯定是不行的，那个得要人。那有些人去拍一些照片，其实他就这么回事，所以有人故意炒作，包括官媒故意炒作，这个痕迹太深了。因为人民日报在那个侠客岛在报道中，他直接引用了2013年法国当时的总统，那个总统已经死了，希拉克应该是，希拉克去到故宫的时候就说拦在外头，他故意用了这个报道。我讲是人民日报故意干的。那如果是人日报故意干的话，侠客岛那肯定是不是一个个人，那是一个代表公共账号，那你就看到了王沪宁的黑手。我就这么看了。一位民众讲，他月初到故宫办事，与故宫的工作人员联系之后，他就进入了故宫，行驶到一个有拦路的地方，保安说他走错了路。他倒回去，顺着靠墙边就看到了办公区，包括第一历史档案馆、文保科技部、
故宫文物医院都在那里。另外一个人叫秦南，他到故宫去玩，里面有个认识的人，快下班了，就跟着他车去了工作区，停车场那边去了。所以他大多是工作人员的车，办事的也有，这是没错的。所以我们节目中的就是这么看了。但是网民故意说的，人家总统来工作都得步行，你办公为啥要开车啊？明知故犯，叫什么特权阶层，大老板天天宣传艰苦奋斗廉政，结果下面有人有个别员工唱高调炒作了他的问题。那这么去看，大家就知道是炒作了，因为在网络上应该是有人故意掩盖了，有人故意用它去掩盖了。这跟上期节目我们看到它的高调是吻合的，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民众，普通的老百姓被王沪宁耍了啊，被上头耍了。那如果真的是被上头耍的话，那两个账号无论是真是假，是故意把事情往高了挑，有人故意把事情往高挑，那又故意把这件事情就像灌水一样灌满微信微博。空姐被人起底，长春理工大的说，原名高露，是0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毕业生。哎，我觉得蛮可笑的。09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毕业生，如果他是86年出生的话，09年，那只有23岁啊。那有点对不上号，就23岁硕士是不是毕业了？我现在不知道，学马列的，专业论文没过去，没拿着学位。2011年英文考试也是作弊，说不好了。那从年龄上看，我觉得是差不多。该事件的内容被网友曝光，2018年3月。他张贴了在洛杉矶的海景豪宅，还是洛杉矶啊，那个不是大西洋海景，那是太平洋海景，下面配文新买的房子，上千万，几千万人民币，跟中旺集团创始人刘忠田老婆有关，然后就做对比。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同样是有的，那刘忠田已经被抓。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篇文章，另外一篇文章。那在这篇文章里呢，其实他同样提到了一个，我当时选用同样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件事情被故意的炒作了，这件事情完全被故意的炒作了，而且在网络上呢，它的风声太大，它的炒作的这种力度太大，它足以掩盖了，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法，它足以掩盖了中美贸易协议和武汉的这个肺炎发光，撒花既仍然发酵，关键信息支支吾吾，官方罕见的迅速齐声定调，显示当事人惹不起，但是我个人以为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持续发酵，然后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，奔驰车，这是他的整个身份，开着大奔，耀武扬威，然后特别解释了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如何如何，然后这里面最关键的啊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里，女子开车进故宫事件发酵速度之快。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的同时，在维基百科有了同样的条目，而且官媒纷纷发表评论批评，这是滥用特权的行为。他可以这样的说，但是呢，那个女孩子又跑到了拉斯维加斯，继续挑战，也就继续把这件事情往上挑。我们还记得，这里提醒大家，我们还记得在这个昨天的报道中讲过。路透社就觉得很奇怪，在中美贸易协议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，
国内报道非常低调，为什么？故宫表示歉意，杜绝类似现象。网络说歉意中看不到，我们看不出这个女网友是怎么进去的，无所谓了。然后官媒，中国日报关键信息不能隐瞒。开车进故宫真实身份是什么？谁给他开的门？谁放他进去的？这些都需要故宫来回答。要维护规矩的严肃性。北京日报、北京晚报说这不是私人宅院，不是私人宅院。北京晚报要跟习近平说这话，不是有权有钱的任意进入的后花园，这是习近平啊。不能失手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原来央视的评论员说，我怀疑故宫的声明是故意的，两个意思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，第二件，这个人惹不起，我个人觉得这都无所谓了。然后他就谈到说，一夜之间十年的微博内容全都清空了，所有东西都清空了，而国航说他几年前就辞职了，不是现在辞职。然后他是何长工的元老，在最后他提到德国之声网上炒作事件跟当事人背后有没有权利，稍微有一点背景人，稍微有一点背景的微信早就下令封了，看不到了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篇文章包括受到环球日报在内的转载，多年来不少网民开车进去过，有着相关的截图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开车穿越？到目前为止，故宫却没有一步回应呢？这是他讲述的。但是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讲，我个人说是说他的发酵之速度。他的发酵之速度，这里讲了发酵之速度，但还是我也想跟大家讲，很奇怪，在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他的原文写是说，这件事情的发酵之速超过了这个武汉的非典、武汉的这个肺炎和超过了中美贸易协议本身，所以我个人才讲，这是一种掩盖，这是一种故意掩盖，有人在背后作手，背后作手的痕迹显得相当大。为了掩盖中美贸易协议的习近平的身份，就习近平的做法的本身，同时为了掩盖在这个湖北的叫什么，湖北的不明肺炎本身所带来的社会的影响，所以就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是一个整体的事情。感谢朋友们的咖啡。